Hi guys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I'm Susan, and today finally I'm making my makeup video. It's gonna 就会是非常非常简单，因为我自己并不会 makeup。但是既然很多人想看，所以我想说做一个我自己日常的 routine 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呢？因为我本来是想做波士顿一整期 My Thanksgiving Vlog， 但因为就是我实在不适应一边说话一边玩，然后一边录，就最后只有大概一两分钟的样子，我放在最后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在留言里面跟我说。看见很高，好啦，那因为我自己是不化底妆，所以我们先从眉毛开始。眉毛本身很淡了，所以我画的时候会很仔细。我觉得眉毛很重要，哪怕我什么都不画，你也要画眉毛，这样子。我一般会画淡一点，然后到最后那一步画完全部的妆了，再把它加深做修改。下一步要画眼影，那像我喜欢大地颜色，然后偏一点红色，这样就这方面我还是就很白痴，我不知道怎么画，我只会用手指轻轻的把它晕开来就可以。下一步很关键，就是我一定会画下眼线。我要么就是用这种刷子，扁扁的刷子画，然后要不就是用眉笔画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更自然，用棕色的眉笔。然后我有时候懒的时候就不会画眼线，我一般在眼尾这个地方，对，还只是眉笔，在眼尾的这个地方加一点。然后这样全包，这边也是。再重一点就好啊。然后最后一步，这个，然后下睫毛也很重要，下睫毛非常重要，但是我画的不太好，所以我有时候会真的不画。今天部分就完成了，最后拿一点腮红，因为虽然我日常生活中抹的不多，但是我拍照片呢，上照的时候一直会，要不就后期加，懂吧？就是或者是在家里拍的时候会就会画很多，因为我很喜欢腮红这些东西。好了，让我把我的大额头遮住。平常去上学的一个最简单的妆容就完成啦，超快超快！我一般化妆大概不超过五分钟，就画的不是很仔细的话。回看了一下我讲解化妆时候的那个腔调，真的很没有精神。不过对，希望你们谅解一下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。
现在呢，我准备出发去波士顿啦。可以看看我的，可以看我的箱子、包、吃的。Let's go！ 今天纽约风真的很大，我的刘海已经全部被吹起来了。然后我现在对着寒风往，就是上车的地点走。波士顿坐了大概有6个小时的车，快昏过去了。不过呢，马上就要到家了，所以对，主要就是来找他玩。是的，好不容易好久没有聚了，差不多上次聚的时候还是暑假的时候。对，在上海。对，今天第一。瘦了好多，好憔悴。美还是美的，但是很辛苦，学习的压力。哇，这脸马上就缩小了。对。你不是要修图吗？给大家直播，给大家直播我修图。这双眼皮。哇，好美！哎，这什么滤镜啊？你看我，就是因为是、哎、你们，你能在那拍一下，就是我们两个，就是我还得蹲着，哎，身高差，对，1.8米，一米八，单身，对对对，真男友，真男友，没有没有没有别别别，我还看着身高，好好学习，好好做他的工作。哎，这个光线很好看。你开过来，你开过来。这，不顶。你要吗？花点钱啊。我只为你。